袁志伟，发哥，大台新闻部高层嚟噶。自从新闻部佢退赛，就有唔少惹火事发生啦。袁志伟2007年喺树人讲 talk， 直指俾人话系佢爱将嘅赵海珠无条件做 TVB 新闻主播，澄清力捧佢唔系个人嘅决定啊。仲记唔记得2013年黄子莹报新闻报到喊啊？因为袁志伟不满叶星赞嘅发言，急召当值主播顶替，仲引发张文彩气压黄子莹风波啊！因为七警事件，2014年无线新闻部员工联署抗议高层，删改七警暗角拳打脚踢时为呢一啲字眼，引发秋后算账。事后有传蔡雪莹同高方庭被辞职。今年4月，体育新闻主播冯坚成辞职，留低一句体育也有贡献，暗串袁志伟唔重视体育新闻啊！